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 PTS 的特約報導員。我是 Wake Up， 我是肥店長。是啦，肥店長呢上次就講完 High Speed Gear 的一些、配置啊配置啊或者配、裝備上啦。是啦，今天呢他就說、我不可以只是做 High Speed Gear 的 Big Sale， 我要做其他給大家。咁今集呢一個係 Comtech， 咁其實因為佢 Comtech 個牌子都係喺上次嗰段片咧好詳細咁介紹過啦。咁不過咁我今日都好簡單咁樣再講多一講啦，因為可能有好多新嘅朋友仔加入都唔知道嘅。咁其實 Comtech 咧，咁佢本身咧都係講緊係比賽用嘅嘢啦，或者其實有啲朋友都可以攞嚟打 game 嘅。咁其實我見你今日咧係講好多槍套喎、哦，佢主要都係出槍套為主嘅，咁其實分別係有 High Cap 啦、P320 啦、1911啦、Glock 啊咁等等嘅槍款咧，佢都會有製造一個咁嘅槍套嘅。咁如果想知道啱唔啱自己把槍用咧，你可以攞上嚟揾我哋又得，或者喺 Facebook Message 嗰邊問我哋再覆翻你 O 唔 OK 嘅。原來是這樣，我想問一下，即是、槍套有啦，這個是彈夾套，它是不是都是一 set 這樣的？一 set 的 Comtech 我們都會有八折的優惠，其實槍套啦或者彈夾套的都會是做八折的、其實現在好像你現在手揸這個這樣，可以同一時間放了四隻彈夾，之後它還是要 bell man 來的，所以吸下去就這樣吸下去而已，所以其實你可以套用下去 High Speed Gear 那條 Operator Bell 上面都還可以的。還有第二件事就是，喂，如果四隻多得滯的話，那其實它本身有兩隻啦，還有單一隻的，其實功能上都是跟四隻的分層是一樣的，如果真的想知道的再看回上面那段片去詳細介紹的。那好啦，手槍啊，手槍那部分的彈夾套啦或者手槍套啦都已經介紹完，咁其實可能有其他朋友仔都未必知道嘅，就係佢呢個 Comtech 呢個牌子咧，佢本身都有做 5.56 款嘅彈夾套咧，貨比賽用啊，或者出去打 game 用嘅。咁就係好似依家我手頭上揸住呢個咁嘅款。係咯，我平時見啲彈夾套咧係就咁彈弓攝入去嘅啫嘛。冇錯啦。咁但係呢個係真係專係貨一種嘅彈夾去用嘅。冇錯啦。哇，咁咪係啊！如果你每次買嘅時候都要買翻相對應嘅夾套嚟擺翻落，咁咪好唔方便咯？冇話方唔方便嘅，咁其實最重要嗰樣嘢就係話，如果你好似我咁樣，我只玩得兩個 model 嘅槍，即係例如 Glock 啊或者 High Cap 嘅，如果你係玩緊本身係玩緊 High Cap 嘅。但是你想跳入去 Glock 嗰度，但是亦都唔想買嘅話咧，佢其實本身 High Cap 個彈夾套咧都可以支援到 Glock 嘅彈夾嘅。就好似而家我前面依個咁樣啦。咁其實依個係我自己 DIY 嘅嘢嚟嘅。咁如果有咩問題嘅，都係 Facebook 問我啦。你自己 DIY。冇錯啦 ，High Cap 啦同 Glock 嗰個咧。個 size 有少少唔同，所以如果你想話兩邊共用嘅，咁你咪可以喺個夾套入面加翻少少嘢攝住佢，咁你咪可以做到兩用嘅效果咯。比起話 Taco 啊或者、其他牌子，例如 Bullfrogski 啊咁嗰啲咁 multi-function 嘅，咁但係其實你只要發揮一下小宇宙嘅話，咁都可以解決到 multi-use 個問題嘅。即係我之前都有介紹過，即係一啲橡筋底嘅彈夾啊，咁而家又介紹呢啲硬嘅彈夾，其實我會覺得即係這一隻呢是真的型一點的，套上的身是型格很多的，是的，都是用卡特斯的料，所以令到它有個局限，就是這樣了。不過我覺得型格和方便來說呢，我會選型格因為喂大佬，我即很久一個星期可能才玩得一次 War Game， 我當然想型一點show給大家看的。沒錯，係啊，咁今日咧都多謝阿肥店長都介紹咗 Comtech 嘅咁多槍套啦，同埋彈夾套俾我哋嘅。咁呢度係全部都有折噶嘛？冇錯 ，Comtech 嘅話都係講緊做緊八折嘅。咁如果大家咧唔想我同阿肥搬得咁辛苦嘅話咧，就記住要上嚟幫我哋買曬佢翻屋企啦。呢個優惠做到幾時啊？呢個優惠嘅話由今個月5月3日至5月31日就已經完噶啦。哦，
咁如果之後即係5月31日打後咧，你哋都想再去買我哋 PTS Steel Shop 嘅嘢咧，就要上到去我哋 PTS Steel Shop 嘅官網上面訂購啦。冇錯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次見啦。有咩問題記住留言問我哋，記住仲要 CLS 啊。下次見。好，拜拜。